Red corner from China, the world champion, the C world champion, 67 kilos, Qiu Jiliang. You thought of fucking me on spring break? Where on the fuck the kids spring break? Roll another one, cause I'm winning. In my photo, looking real photogenic. Chilling my ass on my own, my teacher got fire. Money getting low, pussy rate keep rising. Versace outfit cost me 3,000 from the pig. The SeaWorld champion, the Qiu Jiliang. Point Blue, champion d'Europe, le Marocain Aziz Hilali. Free Big Me, Free Boosie, and see Murph. Like New Orleans, like Baltimore, come and count the UFC Murph. In my head, I see Murph. Free Boosie, and see Murph.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摩洛哥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67公斤级的中国对摩洛哥的这种王者之战。红方是穿着红色短裤的邱建良，2015年 WF 世界功夫之王。对方是来自于摩洛哥的亚奇伊拉利，是 WPMF 的欧洲冠军，非常强悍的对手。邱建良本次的比赛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我们看邱建良在最近的比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进步。邱建良在前一段这个比赛中啊，自己的这个斜插线八个方位的移动呢，前后左右斜前斜后斜左斜右的这个方式的移动呢，是非常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他的脚步经常会侧到对方的侧面，而他的对手是这个长期受训于优秀团队的一个对手亚奇伊拉利。邱建良后手前手扫踢，连续的进攻。邱建良相对战价报的比较低，对方扫踢，然后对方的正蹬踢到了邱建良，邱建良有一个接腿摔。不要着急啊！邱建良还在找机会。扫踢啊，对方踢完摔倒了，失去了平衡，转身后蹬，对方的摆拳给扫踢，高位的正蹬，扫踢连续的拳法，邱建良需要找到机会以后施以重击，而且他更是擅长把握机会的。前后摆，对方想内围没有成功，连续扫踢转身摆拳，对方做了一个高位下压的拍膝。本来邱建良有一点点犹豫，低位打斧。对方一跳膝，连续的进攻，前后摆拳。对方在进行内围控制的时候，邱建良并没有根据常规去逃脱对方，或者跟对方去对拍膝，而是选择了拳法的这个抡摆。
这的确是高手对招啊，这不知不觉中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那邱建良在第一回合跟对方的这个真正的进攻其实并不是非常多。对方进行了比较多的这种缠抱，打完进攻当进入邱建良的距离的时候，对方会选择缠抱，而邱建良也进行了这个自己两个摆抡摆的这种反击，来防止对方的双手箍紧。现在进入第二回合，邱建良应该心里边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对战体系了。那本次邱建良这场比赛呢，也是得到了这个摩洛哥方面的巨大重视啊，他的对手也是为此备战了很久。对方的双跳膝，而且对方跳膝完了以后直接对邱建良进行搂抱，就是限制了邱建良的二次进攻机会。低扫，邱建良低扫，前后手，对方搂抱。我们看对方这种箍颈的方式，特别是我们看拿前颌把邱建良的头顶在后面这种方式，作为泰式内围里边的一些小动作，这是游走于我们比赛的这个灰色地带。邱建良开始转身后摆，转身后摆，对方扫踢跳膝。我们看对方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在做一些主动的倒地动作，我们现在终于注意到了，对方在进行进攻以后发现自己有可能会被邱建良攻击的时候，会主动的选择第三点着地，就是除两脚以外第三点着地，或者选择近身的搂抱，这样限制邱建良的进攻，自己总抢到一点两点以后不再扩大自己的战果。这样的方式有点不够正直啊。我们看扫踢，邱建良连续进攻打击，对方马上进行内围的缠抱。战术上我们不能说对方有错，但是这样的方法的确是不失正直哈，有失正直的方式连续打击。我们看对方又开始缠抱，这个时候应该我们的裁判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一些警告，毕竟对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消极的这种防守动作。亚奇伊拉利可惜又抱，我们看根本就不想跟邱建良进行过多的进攻，裁判对选手应该进行一些警告。第三邱建良想近身打击前摆跳膝，哇，这边跳膝，邱建良刚才的头部进行了大量的位移，二跳膝，邱建良想连续的进攻找寻机会。我们看对方只要邱建良进入拳法的距离，对方马上进行搂抱。对方甚至完全不想跟邱建良去重创其锋芒。这场比赛邱建良打得很郁闷啊，自己根本发挥不出来，而且对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消极甚至防御式的搂抱，我们的裁判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警告？
在这场比赛中，对方总是能潜到前点，而前点抢到以后马上进行搂抱，限制邱建良的所有进攻。顺着自己主动的倒地，在技术层面上，邱建良的确是没有做好面对对方大量搂抱战术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在前两回合，邱建良几乎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切斜线打斜线进攻的这种机会。邱建良多次在包括在打磨沙普等等的选手的时候，他的斜线切入包括从斜线直接对对方进行击打都是非常成功而且冷静的。在这场比赛中，对方直接进行了这种熊抱战术。三回合，邱建良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做自己的有效进攻，否则在对方的这种搂抱战术下，千万不要失去平常心。高位中蹬，裁判说不允许带摔。看对方直接把邱建良的脖颈夹在身上，根本就不打算在内围进行打击。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颈的这种断头台的夹颈，这种搂抱战术的确是让我们觉得不够正直。对方还是很忌惮邱建良的爆发能力，扫踢，你看对方又开始进行搂抱，这个内围脚力的能力还是不错的。邱建良一定要找寻机会进行切线的爆发能力。我们看在这个时候，邱建良的这个我连续的打击，我们认为这个在对方这个进行一系列的防御式的缠抱的时候，裁判应该给选手一些警告的东西。我们看根本就不打算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邱建良有一个问题，在核心力量，也就是在本力对抗上，相对于铁英华是铁英华方面的弱势。铁英华在面对对方的这种缠抱战术的时候，自己的本力的发挥会非常凶猛。邱建良一直在表示抗议，我们的确这个时候应该，对方不停的在使用搂抱战术和消极战术。我们看邱建良把对方推开，哇，对方有一个正蹬腿，高位的扫踢。刚才的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的悬啊，但是被开了口，裁判进行了医疗监督上来进行处理。刚才是在邱建良失去平常心以后，在心理失去了平常心，对方推开，对方用这个绳圈的反弹力，我们看就这个正蹬，然后又一个扫踢。那裁判对邱建良现在进行医疗的处理，对手亚奇伊拉利现在在整场比赛的战术，我们只能说用的很到位，但是这场比赛的观赏性是因为他的战术就大打了折扣。我们看对方只要弹踢马上会就是主动的倒地，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判罚吧。对方并没有犯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场比赛中裁判对选手的指导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在多次的防御性搂抱，我们不能说它是进攻型的搂抱，防御性搂抱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下，包括推罚进攻、主动倒地等等的方式下，崔健良失去平常心，在最后一回合还被对方重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这场比赛的裁判判定结果。Ce combat par KO, le champion marocain Aziz Hilali. Par cette occasion, le Maroc remporte ce deuxième titre de cette édition du Grand Prix Mohamed VI. Merci à vous pour la remise des prix de M. Hassan Hilali,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professionnelle.这个风格我接受不了，这个风格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风格，他甚至都不算是一种风格。然后我觉得我们出国在外，对不对？出国在外，我觉得一定要打出气势，所以说这就是我唯一犯错的地方。因为毕竟要打出气势，所以你要一直以这个进攻的节奏。但然后每一次当我接近他的时候呢，他就倒地了；每一次当我能够用拳头打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抱着我。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规则？如果是纯泰拳规则的话，纯泰拳规则我也接受不了。纯泰拳规则也没有说自己到了攻击距离自己就倒下了。我唯一犯的错就是当他那么做的时候，我没有保持冷静，而是想要快点打得更正一点。然后当我越想打得正的时候呢，他就越可以邪恶的出来。这个就是比赛，